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嗯嗯、等等，请把成熟女艺人打在公屏上。走出山东，走出世界，走出这个宇宙。耶、yeah! ！头发太多也是烦恼。可爱的小辫，两个小蟋蟀的胡须辫，泥鳅辫，这么细的话也只能当泥鳅了吧？下面请欣赏歌曲《抓泥鳅》。抓泥，哎，怎么唱？玩泥鳅，抓泥鳅，抓泥鳅，抓泥鳅，来呀，我们抓泥鳅。打扰了，来听听正版。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嘿呦嘿呦，拔萝卜。什么抓泥鳅啊？哪来的抓泥鳅？人有失蹄，马有失足。什么？树争一块皮，人没争口气，树争一块皮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讨论了一下，树到底是要皮还是要根的问题，到底要皮还是要根呢？就先问你们一下，树到底是皮重要还是根重要？你最重要。就此助手吧，女艺人。等等，还有你们想要的彩蛋。